这个麻花非常的酥脆，特别酥。天津麻花特别大一个。有三种口味，芝麻甜味，芝麻椒盐味和芝麻香葱味。所以你们发一箱，一箱里都有三种口味。这麻花越嚼越香，特别大一个啊，不是那种小的。因为它特别酥，然后运输的过程中它可能会碎一些，有个别的会碎，要是介意的你就别盘啊。香葱味的好吃。